大哥，哎，我去上班了哈。哎呦，都这么晚了你才去啊？你不怕老板说你啊？哪里晚了？我每天都这个时候去的嘛。再说了，我跟我们老板关系好着嘞。哎呀，赶紧去吧。嗯，行，我走了啊。行。哎，我老婆这衣服是不是穿反的呀？哎呦，去！哎，老婆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还好意思说嘞？我衣服都穿反了，你咋没发现嘞？哎，我就是怎么怪怪的，我以为这衣服就这样设计的嘞。怎么可能啊？我一出门在电梯上，我感觉到有点勒脖子，然后我一看，结果衣服给穿反了，都把我自己给笑死了。天哪，这样出去多丢人啊！就是嘛。哎，不过你这个衣服裤子这样穿着还挺显瘦的耶。是吗？我这一次啊，就是前几天摔手机，在他们这个大码直播间买的，尤其这条裤子很舒服，弹力大得很，穿着一点都不紧。你看，我不是170了吗？这么大个肚子，一提起来呀，全能遮住。这么小脚裤穿的身上又显腿长还显腿直的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说的这么好，会不会很贵呀？不贵，人家是工厂价，才59.9元，便宜吧？哇，这么便宜呀！哎，我不跟你吹了哈，我走了，等下迟到了都。